攻击跟破坏哦。嗯，我在田浩的搭配下，其实虽然说身材上面有一些劣势，但是做防守，哇，终于来了。哦，福斯特第一个三分球出现了，真的，这也是一个防守悍将。好，现在看这个区域防守，阿提诺把球给抄到，顺移再给到前面的国豪，有机会拉一个快攻。哇，这是用一个非惯用手得分哦！已经有四名球员的得分呢，都在十到十二分之间，分布的非常平均。啊，国豪也拿下了十分，这个拉杆以后，哇，国豪 ，fast， 哇哦，这球想买犯规没买到，啊，这一球出手比较仓促一点哦，让，哇，国豪是不是又是你了？哇！哇最后这个三分球是直接弹进去，不是别人，又是行人队长高国豪，巴斯比特压上球交给他就对了。小熊遇到大熊啊，这球我是保护得很好啊。这边要再来挑战禁区，奥多斯进来，王柏智连拿五分，这是一个精彩的收球脚步。杨金敏，这球要掉到内线的穆伦斯，对，然后直接用右手，哇，这个扣篮是够霸气，直接把球给塞进篮筐。很少一个本土带一个洋将打出来的表现，反而比双洋将好。主要的原因，我觉得也是在沟通上面可以做得更好。这个 no look pass 找到了戴维斯，双手的空中第一时间扣篮。好，看看工程师的第一波进攻，给朱云豪。云豪，对方倒地之后，在外线的投射进，第一记就是三分。哇，昨天的可能第一时间球没有拿好哦，所以他选择在第二时间做出手。嗯，六九，哦，过来就砍进三分，而且距离相当的遥远。哇 ，Harris， 再给 Sunny， 陈立焕刚刚替补上阵。哇，哦，又硬了又溜啊！哇，这个我先。啊，过去也曾经带着膝盖的伤势，在 UBA 的冠军赛带伤上阵。是。田浩，这个球交给阿提诺，哇，一上来整个组织都活络了。对，田浩还是展现出他的。小烈接不到球。哎，绕一圈之后，这个传球发生失误了。地板球送给了桑尼，桑尼在三分线外一个后撤步的出手，哇哦，哇哦，过门不入的球。远边的高国豪，现在都要抢分了。今天双方的篮板差距是蛮大的。卢俊祥左边前路 and one， 单节的得分已经突破了双位数。啊，这个 Kenny Manigault。直接切到禁区直线升空，哇，这才第一节而已啊，他的直升机是不用暖机的吗？这样他的重要性对国王来讲是相当的重要。前面喷射机的快攻没有闪过 Kenny Manigault， 被曼尼高直接一个大火锅挡了下来，又再一次证明国产喷射机好像还是有差。换到另外一边，一攻一守都有建树的是 Kenny Manigault。 Kenny Manigault 换他也要挑战篮筐，这球算框而出，志杰球被偷掉，那凯燕要来飙起来吗？回头找戴维斯，这是一个脱身的双手扣篮，非常有经验啊！凯燕没有回防啊，反而是被打一个快攻啊。这边两边都发生了失误，穆伦斯这边篮底下秀了吗？最后是用右手把球给塞进去。哎，这边球被点了一下，发生了失误。林书伟有看到前面的曼尼高吗？直接挑战篮筐，吃掉了 Michael Singletary， Kenny Manigault。哇，一攻一守啊！海燕再给左换边，书伟自己在弧顶的三分球，他的得分开关在第四节打开就来得及。曼尼高篮底下拉杆用左手，球再拨出来还在他的手上，找队友再慢一波。第四节他的进攻哇很强啊，最后再来一个反手拉杆致敬昨天的林金榜。
又是一个高难度的上篮得分。